啊，你坐哪里啊？来来来，我拿脚。我从那边走。来。非常欢迎各位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部里，还有叫观光局里面的长官，今天莅临我们这里的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哦。那这个粉丝见面会呢，是交通部为了要能够跟广大的群众能有更密切的一个接触哦，才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粉丝团哦。那详细的内容，待会我们就请我们部里面的林主秘来跟我们做个介绍。好，我今天不再多说了哈。那今天啊，会非常高兴交通部能够选在这个地方来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活动。我想部里面可能有他的用意在哦，因为这个地方北门婚纱美地呢，是目前全台最夯的一个旅游景点哦。不论是北部、中部、南部，甚至是离岛的朋友，你不论你是搭飞机、坐高铁、坐火车，或者是坐过客运，甚至是搭船，你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婚纱美地哦。那到了这里呢，你一定要跟我们美丽的水晶教堂来做一个合照，合照完之后呢，再借由我们便利的电讯网络，再上传到我们的云端，跟你的朋友、跟家人呢一起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景点哦。那相信各位游客、各位粉丝回去了之后呢，也会成为一个美好生活的连结者哦，让你的生活能够过得更美好。那我这边另外呢，北门婚纱美地哦，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它本身不论你们是向后看或者是向前看，你都会发现这里一片的空旷。哦，它的主要的特产就是盐。哦，这边是台湾一个很在早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盐的产地。那也因为这个地址呢，除了既然是产盐嘛，在当初的主要的地景就是大大小小白色的盐山，所以呢，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呢，做了这样子一个水晶教堂在这个地方。哦，那也希望呢，透过在这里的举办粉丝见面会呢，能够大家跟大家结缘。哦。结缘，用缘哦，一个谐音来跟大家结好缘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跟各位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部里面还有我们局里面的长官哦。首先会非常欢迎我们交通部的主任秘书林国显林主任秘书啊，跟大家挥挥手，谢谢。另外观光局的主任秘书，好久不见，蔡主任秘书。那另外我们企划组的组长吴杰平吴组长。好，另外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本来分婚纱美地的主人哦，郑荣峰郑处长。好，非常欢迎各位长官的莅临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我们交通部的林主秘来跟大家结缘。蔡主秘还有郑处长，还有各位粉丝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难得啊，凭各位的福气，我也能够亲自来看一下。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很多网页媒体，还有很多朋友在讲这个水晶教堂，非常的吸引人。那一直觉得，怎么会有在云嘉南这种地方能够冒出一个教堂，吸引这么多人？因为各位知道，这个地方以往是相当贫瘠的地方，人家讲风头水尾，是非常辛苦的地方。所以早期在云嘉南地区，看到的都是盐田，或者是比较不毛之地，像木麻坊。早年我们小时候木麻坊非常多了，现在都死光了，又重新种。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各位粉丝今天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个地方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那我相信各位粉丝朋友应该是长期在关注我们的脸书跟交通部的动态。我们交通部脸书去年9月22日才刚开始成立，所以才3个多月就已经到16000人。那各位粉丝能够在10000多人里面被抽中，相信已经常常在关注，而且呢也非常的关注我们的活动，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大家。那第二呢，我也要感谢郑处长，因为这一次实在是非常辛苦，我们从筹备到接待各位不到1个月的时间。那各位刚进来应该看到井井有条，整个交通管理还有今天的活动办得相当的非常的周详。那希望各位在今天看完以后呢，能把你看到的心得以及看到的美景播到网上去，让你们的朋友能知道。
那北门这个地方，我想各位，今天的粉丝二十几位啊，我看有从台北来，有从高雄来，大部分是从台南、新营、嘉义地区的，在地的成分很多。但是各位可能也知道，我们去年才把这个北门义井线全部贯通。北门义井线从北门到义井有42公里，但是盖了快20年，大概去年10月才全部完成。那如果以交通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北到南有西滨161，然后刚好这个北门义井线从山边到海边，可以连成我们台南都会区，甚至整个大南部地区很快速的路网。那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以后不是像今天坐台铁或高铁啊，跟朋友开车的话，可以从一二高转我们东西向快速公路，然后就到北，也很方便。大概从东边的预警到这边只要半个小时，相当的快。所以这一点也跟各位报告。那最后呢，我想待会郑处长应该会跟各位介绍比较细的。我刚陪他走了一圈，我发觉郑处长跟这个团队非常的厉害。这个地方原来我想大概没有什么特殊点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我相信各位粉丝今天看到，他们估计大概快20000人进。大概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它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人。不过待会我们逐一来看，看看郑处长是用什么理念来经营它，他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些想法呢，都超越我们一般公务员的想法，甚至比一般企业家的想法还要更好。那我刚刚看了一遍，非常佩服。但是我还是要请他待会来亲自跟各位报告。那先跟各位粉丝讲，我们今天待会有一个合照，还有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中午他们安排我们在这边的特色餐厅有一个民宿餐厅。然后下午呢，有盐田的泛舟，还有红通的艺术馆，还有他的图画的导览。那我希望各位在今天的活动里面能够收获满满。然后呢，先祝各位这次呢身体愉快，身心愉快，然后平安。那我接下来是请郑处长来跟各位介绍他怎么经营这个地方。好，谢谢他。欢迎我们郑处长。我们大部的我们的主任秘书，还有我们局的主任秘书，还有我们的组长哈，还有最重要还是我们的粉丝啊，大家好。好，很高兴啊，今天哈我们部里面哈给我这个机会啊，说我们来这边粉丝跟我们见面啊，选我这个帮我宣传。好，刚刚主秘说我怎么做出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我刚刚跟主秘在讲，其实我再讲一下我们这里怎么做的哈，我再讲一下，其实我们旁边有一群的小妹妹哈。我们有一群呢女孩子，那我们是请我们那些女孩子80以后的是怎么做什么，他们要造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就画一些图给我。那我们找一些婚纱业者，还有一些做造景的学法的，就这样决定了什么，那我们就给建筑师去画。这个也是那我们决定了图像以后就决定他们去画。后面那个墙壁彩绘也是，后面的彩绘差不多一副墙到30000块，那我们这个做了这个800多万，这个造景超500万，1300多万，我们差不多做了100景。那我在这里讲哈，我们婚纱美地每年都要100景，100景差不多要花300-400万，所以说你每天来哈，每次来都会怎样，拍不完，不一样，就让你一直拍照。我希望我的东西是给人家拍照上传打卡，就是三个动作。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啦，我们现在的我还跟主秘在讲，我们现在是出去谁决定？老婆决定，老婆是谁决定？小孩子决定，小孩子是谁？女生决定。男女朋友谁决定？女孩子决定，所以他们决定一切。我们都是一起走，跟着去，我负责。所以找男孩子设计，我们现在的建筑师跟顾问公司是谁？是男孩子，所以那个东西会被人家喜欢，不见了。我的思考是这样，好。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个婚纱美地，我的思考了。好，我这里还是感谢哈，尤其是我上次总秘上次还在那边交接的时候给我启勉，要好好做，这责任重大。没了没。其实我这里我希望说，尤其在这里是烘陶追位，我时常来跟总秘讲，我们这里地下水抽下来就会断手断脚，会得五角病，严重地层下陷区。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这水怎样？停在停车场会怎样？引擎会被水淹走。所以说下大雨车子赶快跑。所以养也不好养，
怎样？养殖也不好做养殖，种植也种植好，现在要做什么新建筑就用这一种。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好。另外一个我可能要打非广告了，1月16号有一个新世界，哎，还有我们这里的偶像剧，台式的，哎，我们粉丝可以去看一下。哎，1月16号有个偶像剧，那我们以前有一个偶像剧《青蛙变王子》嘛，好，那么一个粉丝，哎，那个1月16号有。那我在这里来讲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恋爱的地方，恋爱乐园，婚纱、结婚、性爱，还有一个什么私乐园，我有五大乐园，说一年要做500景出来。哎，我今年会做这个了，这是我的目标了。好，我在这里最后还是感谢部里面跟局里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办这个粉，协助他们办这个粉丝会了，来办我的宣传，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郑处长，谢谢。那也谢谢交通部的主力对我们的指导，真的非常谢谢交通部啊，帮我们盖了一个84号的道路，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来到北门。以往如果从台十七内线上开上来，至少要一个小时，如果碰到塞车的话。那也是真的要感谢我们的郑处长哦，他的跳趟的思想哦，让我们这些员工哦跟着他后面一直在跑哦。那他也希望是说，让每一位游客，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你都会可以看到北门会商美丽，甚至是我们整个云嘉南国家风景区里面，随时都有不同的风貌呈现给大家哦。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活动哦，就是其实为了非常感谢各位粉丝对交通部美好生活的连接者这个粉丝团的一个支持哦，那才上线几个月粉丝就破万，其实这种成绩是非常的可观的哦。那为了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呢，我们部里面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纪念品，那我们是不是请林主秘书上来帮我们代表，那我们粉丝是不是也退位代表来上台来接受我们主力的执政小朋友，有没有小朋友要上来？来，好，你好勇敢。那这个纪念品是每人一份啊、哦。那我们可能就是在你们离开的时候，为了不要造成你们的负担，我们才会提供给你们。好，我们看这里啊、哦，这个纪念品里面包括我们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里面一些盐的特产品，包括盐咖啡，然后盐博物馆的门票。还有我们台湾好行的旅游套票券哦，那另外交通部今天也加码了一个那个旅行的套票哦，还有那个悠游卡的套券哦，奖品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周边的游客呢，如果想要获得这些的奖品的话，也记得要到我们交通部美好生活的连接者粉丝团上面按赞哦，除了可以不定时的参加活动获得这些纪念品之外呢，也可以获得很多然后让你能够丰富你生活的一些的相关的，不论是交通网络的气象的等相关的讯息。好，我们谢谢竹蜜还有那个两位可爱的小朋友，谢谢。对，我们在你们离开要去搭高铁的时候会在车上发放哦，叫你们才不会提着走哦，不然下午的活动就不好进行了。还有我们的盐香滨海线的台湾好行的套票2张，盐咖啡，还有平安盐袋哦，平安街的限量盐袋哦。所以纪念品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各位可以想象交通部手辖有多好的机关呢、哦？每一个机关的纪念品都不一样哦。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下面的一个活动哦，我们今天下午安排的就是让大家划独木舟，还有让你去体验一下全亚洲唯一的人工探洞，好、哦，所以让你的筋骨能够活络呢，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了时下最夯的小苹果律动歌曲的带动唱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我们多才多艺的帅翔小编，还有我们的舞棍佳琪来为各位进行下列的小苹果的带动唱哦。那周边有兴趣的游客呢，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来律动哦。天哪，睡着你让我都支持不下去了。
假装的啦，不唱的。啊，有没有听过小苹果啊？有没有会跳的啊？我们先找示范组，等一下阿翔教你们怎么跳。来，示范组。我要过去那边。来，老师音乐。来，会跳举手一下，都没举手。来，等一下，我们全就是一开始我们会不会跳都没关系，只要副歌会跳。来，一开始等一下我们副歌，看好，就是我教大家不要快记法。刚刚不是有这样吗？来，你来，你来。你大加三加大口，会不会？来一次哦，你来，你来，你大加三加大口，会了吗？会。啊，后来不是这样嘛？来，我不爱看你，我不看你，就是因为他太瘦太胖，我不想看到你，就这样，不想看到你。照，你照，你照。来，你像，你像。来，会了吗？会。真的会了吗？会。来，让我们挑八个。来，两个弟弟，来妈妈，来拍手一下，掌声一下。场外观众，场外观众，热情。来，别害羞，别害羞，赶快上来。来，姐，赶快啦，姐，来，姐，赶快啦，哈尼。好啦，今天我单身，你也单身。好啦，今天我方便啊，不，等一下活动结束，我跟你回家。来，主秘呢？来，一起，一起来，一起来。来，一起，一起，一起！来，今天我们的粉丝都一起，今天一起，大家变成我的粉丝，更快！来，处长又来，来，我们面向这里好了，来，来，七七，
好。观众才有。请示范组在前面，好不好？啊，现场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来律动哦。参加的现场朋友呢，待会会有纪念品，会有个简单的纪念品哦，非常难得哦。现场的小朋友可以赶快哦，踊跃的加入哦。啊，谁们走啊？谁？来了，来了，来了。跳了，好玩了，跳，看不好看，来，好，准备好了吗？来，来，粉丝朋友们，我们一起都上去同乐喽！同乐了，跳，好看不好看，无所谓，来这里，谢谢啊。OK 了吗？来，赶紧拍手，跟着拍手，好，小帅，你要练口诀哦。OK 喽。他们说再一次嘛，好啦，怎样副歌的时候，来啊，你来怎么比？你来，你大家上加大哭，哦，再你来，嘿，你来，我们快，嘿，你照，好，这样就好了，好，来，老师音乐。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随着爱你永远好。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我的心火点亮我生命的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呀温暖我的心火，点亮我生命的火。保留上一步，先停一下，大家先定格一下啊，定格一下。我教一，我工作人员拜托一下，我刚忘了教一个 ending pose， 再走两步，来，再退两步，来走两步，来。哦，没有全桌，那我们重来再一次。来，走两步。来。
报一下。来，我们拍美好生活连接站。来，我们一样看前面，上面有一台，上面，来的空拍机，我们比个耶，耶！来，牌子再举高，牌子再举高，牌子成45度角啊！来比个赞，来起立蹲下一次，来。好，翻面，请外翻。来，示范一下我们的广告。来比耶，比赞，来起立蹲下。OK， 好，非常谢谢各位粉丝的合作，也谢谢我们的帅翔，他今天牺牲可大了。我们今天的帅翔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了哈。那动一动，精神有好很多了吧？你的世界都已经打开了哈。那接下来哈，这么美好的景，我们当然也要利用我们最先进的东西，大家我们。